哎，心仪，哎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跟你说，其实我好像要离开这个家了。离开这个家？啊，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家？在这里待得好好的。因为这里过的话，除了这个家过得太压抑了，然后一点也不开心。像哥哥确实说的对，出去去外面世界看一下也挺好的。哦，那你小宝宝怎么办？那有没有想好去哪里啊？不知道，你坐一下吧，我去收拾行李。啊，这么快啊！顺便帮我看看心情吧。我这个月，我决定要跟小雨去上心仪，你真的要走啊？小宝宝以后就没有妈妈了。他有他外婆照顾，他也照顾不了。这样子啊，那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心仪，可不可以不要走啊？我还是要走，把行李收拾好。带重一点啊！够了呀。那好吧。那我走了，哥。好，我收拾你吧。心仪。啊？你要去哪里啊？要不我开车送你吧。不要，我自己直接走就可以的。我坐公交车。那好吧。那我走了，王哥，就送到这里吧。拜拜。拜拜。心仪。嗯。可不可以不要走啊？不走不行啊！不走谁养我呀？我走了，王哥，拜拜。哎，我养你啊！你还是先养好你自己吧，王哥，别开玩笑了。我走了呀，王哥。好的，拜拜。拜拜。